干嘛呀？这首歌不是这么唱的，进去可以吗？笨蛋！尔和当制作人叫唱，天后容祖儿变笨蛋。身为尔和大粉丝的容祖儿，到妈妈是超人做客。我们今天来录那个《青城山下白素贞》，需要让尔恒教教你吗？你知道祖儿是歌后，是唱歌最好听的女生。我觉得还好吧，不懂了。这还好吧，不懂了。我来跳鼓。我不是歌手也算了，但是体验一下这个。来，演奏开始。怎么样？端午月间永远不会太迟，欢迎你。弄了这么久，恩和终于甘愿进录音室，只是我有一个 rap 的版本，青城山下白素贞，洞中现年秀此胜，啊啊啊，哟哟哟 ，Let's go！ 你干嘛呀？这首歌不是这么唱的，进去可以吗？笨蛋，行吗？笨蛋不是啊，喂喂，可以开始了。真好，你说干嘛 ？Give me five。哎呀，哎呀。